谋篇第十，凡谋有道，必得其所因，以求其情。审得其情，乃立三疑。三疑者，曰上，曰中，曰下。参以立焉，以生其。其不知其所庸，始于古之所从。故正人之取欲也，在思难之车，为其不惑也。夫夺财良能，揣情者，亦是之思难也。故同情而相亲者，其俱成者也；同欲而相疏者，其偏成者也；同恶而相亲者，其俱害者也；同恶而相疏者，其偏害者也。故相益则亲，相损则疏，其数行也。此所以察异同之分也。故强患于其细，木毁于其节，此盖其分也。故变生事，事生谋，谋生计，计生意，意生说，说生进，进生退，退生智。因以至于事，故百事一道，而百度一术也。夫人人轻惑，不可又以利，可使出废；勇士轻难，不可惧以患，可使惧危。智者达于术，明于理，不可欺以不成，可示以道理，可使立功，是三才也。故愚者亦蔽也，不孝者亦惧也，贪者亦诱也，是因势而才之。故为强者基于弱也，为直者基于屈也，有余者基于不足也，此其道术行也。故外亲而内疏者睡内，内亲而外疏者睡外，故因其疑以辨之，因其见以然之，因其说以邀之，因其事以成之，因其物以全之，因其患以斥之，磨而恐之，高而动之，威而正之，服而应之，庸而色之，乱而惑之，是谓计谋。计谋之用，功不如私，私不如节，节而无隙者也。正不如奇，奇流而不止者也。故睡人主者，必与之言奇；睡人臣者，必与之言私。其身内其言外者疏，其身外其言深者微。吾以人之所不欲而强之于人，吾以人之所不知而教之于人。人之有好也，徐而顺之；人之有恶也，避而讳之。故因道而扬取之，故去之者纵之，纵之者长之。貌者不美，又不恶，故至情脱焉。可知者可用也，不可知者谋者所不用也。故曰，是贵至人而不贵见智于人。智人者握权也，见智于人者致命也。故圣人之道阴，愚人之道阳，智者是易而不智者是难。以此观之，亡不可以为存，而危不可以为安。然而无为而贵智矣。智用于众人之所不能知，而能用于众人之所不能见。既用见可，则视而为之，所以自谓也。见不可，则视而为之，所以谓人也。
故先王之道因，言有之曰：天地之化，在高与深，圣人之道，在隐与匿，非独忠信仁义也，忠正而已矣。道理达于此义者，则可与语，犹能得此，则可与古远近之义。